我哋講下，我見到留言有講話，哇！騰訊音樂啊，呢只係嬉笑愛股嚟㗎，係 keep 住講 keep 住升，呢只係直情。我間唔中見到佢，我都知道。好癲啊！嗬，你見係啊，佢真係愛死佢攬住條石啦、啊、嚇。騰訊音樂個業績出到嚟都係非常之好，嗱佢個付費用戶係 keep 住係創歷史新高，同埋佢係一隻真係叫做高增長股，淨係講個人盈利都已經係一季升多一季升，我冇記錯係升超過兩成啦，已經係啦，首季純利已經增長24%，派埋息添，哇冇得輸啦係嘛，我覺得真係勁。係咯，咁你淨係講緊在線音樂嗰個訂閱收入36億幾，增長成39.2%，接近四成。你諗下，在線音樂付費用戶嚇嗰個嘅人數按年一路 keep 住有超過兩成嘅增長，我完全覺得係藍海嚟嘅啊！即係原來咁多人仲未 subscribe 嘅，呢下嘢先我先覺得係奇怪，即係咪絕對係未見飽和咯？咁用緊嘅，我都入唔到，我啱聽你講，我都開唔到入去。應該會啊，我用 Facebook 登入去都唔得嘅。佢要 Facebook 或者 WeChat 登入嘅。WeChat 登入咩？係啊，即係香港版就係嗰間 Jostore JOOX 啦。你同我都用緊嘅，我都用咗好耐啊。係啊，但係我即係我都有聽阿睇阿興阿希少噶嘛。係。其實佢就即係 sell 緊就係即係啲智能車。係啊。係啊，即係啲智能車全部都係有來自啲即係啲媒體啊，即係其實你內地啲車你坐都知啊，就咁嗌，跟住就話開播歌咁樣，佢就自己播歌，咁一定你即係內地就當然可能抖音啦、跟住就呢啲就係騰訊音樂咯，係啊，冇錯啦，咁所以你正如 Tesla 啫嘛，裏邊咪 Spotify 咯，係咪先？即係正常嘅。如果你見到國內嗰、那個這個電動車啊、智能車一有翻咁上下嘅交付量嘅話咧，其實都係呢啲 service 你冇理由冇嘅。我是覺得都唔使智能車添，應該全部車都應該有添，只有個平板電腦就嚟啦。係冇錯。係啊。咁所以騰訊音樂嗱，你睇翻而家出完佢個 PE 又可以再拉低啲啦，即係本來係30幾倍，都係叫貴㗎之前。而家越嚟越平，而家越嚟越平，佢又將佢拉低喎，又可以，即係你感覺上仲勁過阿媽，係咪先？阿媽你都成日驚佢死啦，之前驚個手遊增長放緩啦，國內嗰個手遊嗰個收入喺度滯地嘅時候，你成日都覺得死啦，會變咗低增長股、公用股咁樣。係啊，之前都驚過㗎，之前就話版權問題嗰樣咧 ，Sony 又告過係咪先？其實之前都困擾咗一輪嘅，咁但係而家就真係。唔知阿希少食嗰啲咩，食完之後就睇完佢真係癲咗。佢發咗功啊！係啊，發咗功啊！真係向騰訊音樂。喂，佢叫我揀咩啊？最喜愛嘅藝人。係啊，一開波佢會叫你揀最喜愛佢歌手啊。跟住佢就會容易啲彈出嚟俾你揀咯。佢嗰啲好新嗰啲人我唔識喎。咁你咪揀翻鄧麗君咯，佢都有嘅。你自己 search 翻咪得咯。咁煩㗎！我見碌到低添咯喎，可能真係出現鄧麗君喎。你係要，你係真係要與時並進嘅，呢啲你真係要有嘅。我覺得我哋都用咗幾年。係，我用咗幾年㗎啦。唔俾，但冇俾錢啊 ！sorry， 我都係冇俾錢㗎，唔好意思啊。係，我有佢 random pay， 你中意 pay 咩 pay 咩？係啊，咁咪每日有獎勵㗎嘛？咁我揀嗰啲係咪不停咁樣播播過佢嗰啲歌㗎？我有乜改㗎？遲啲。你咪最喜愛嗰啲咧？呢個唔使嘅，佢最初俾你揀啫，即係容易啲彈啲你中意，譬如阿陳奕迅啊，或者伊人啊咁樣，咁咪會容易啲彈出嚟。你咪撳曬佢咯，跟住。啊，唔係淨係揀一個嘅，可以揀三個，可以揀幾個，可以揀幾個咯。太耐啦，幾年前開户，你我唔好記得，你真係要學下用咯，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話付費用戶之外，廣告都好緊要。好掂啊！嗱，我呢啲 cheap 呢。系啦，就係唔俾30秒廣告咯。你俾咪 pay 廣告咯，有你 pay 咯，成日都 pay kit。如果唔廣告收幾多錢啊？係，我幾蚊咯，幾蚊月費，幾蚊你俾啲啦。好似唔止幾蚊喎。唔係，如果你某一個歌手啲專輯，咁可能十幾。哦，你俾錢佢係成個 list 你可以聽。係啊。佢唔係俾錢落去某一隻碟或者某一個歌手嘅。誒唔係啦，如果係咧，如果俾錢月費咧，就可以任聽嘅，所有都聽到噶，即係唔使話即係限住邊個，你可以即係儲存做我啲最愛啊，或者 download 做我啲專輯都得嘅。download 曬咯。即係以前 iTune 我記得係有，我買嗰只碟噶嘛，係幾廿蚊咁買嗰只碟。而家唔使噶，而家唔使噶啦，而家唔使咁。係啦，嗱月費18蚊一個月，係抵玩啦。
係啦，係咪抵玩？自動繳又唔聽喎，又抵喎，18蚊。係啊，係啊，係第一個第一個月啦，係啊，第一個月。跟住之後嗰陣時，我記得我我 join 個年費$588 Apple Music 就係咩嘅$8一個月咯。嗯，美金啊？唔係港紙$8，我揾咗幾個月之後佢送㗎，三個月之後我就冇裝啦，因為我冇聽過。哦，你都唔聽歌嘅，因為唔係啊，我唔知點搞啊，所以冇聽，冇用到。我試下啦。歌不落，佢好多啊，佢真係好多啊，新嘅 album 啊，有啲 artist 嘅 channel 啊，咁你自己。哇！咁其實佢個版權每年都俾唔少喎。係㗎。是的，真的照播放咁計咯，應該都係。係啊。照計，只要用個用量，即係付費用户一路即係有個咁急速嘅增長嘅話，我覺得個問題又好大咯。你做啲互動啦，其實你有機會聽到我唱歌嘅。哦，係啊。即係佢有個位咧，係卡拉 OK， 可以跟住音樂唱歌錄低佢，跟住咧叫其他 band 去聽嘅。練歌噶可以幫你，好黐線嘅都係啊。所以你用翻自己啊！我唔系你个 friend， 你唔使俾我。其实咧，好多地方、好多城市都已经好 hit 噶啦，呢啲即真系对唱啊！天，我又 download 啊！量嘅，你睇到我已经用紧啦，系咩？系咩？系咩？用户啊！你知唔知啦？其实呢啲音乐嘅平台咧，真系识到唔少 friend 噶。即我以我所知啊，其實有好多喺東南亞咧，已經好 hit 緊對唱啊，同啲陌生人對唱啊，做即開跟住開 live 做直播啊。嗰啲非洲嗰啲？唔係啊，我以前個工人姐姐啊，超中意唱歌噶，佢成日都同一啲陌生嘅就走去對唱咯，跟住鬥部分比賽啫嘛，你明唔明啊？一啲社交平台咁樣。係啊，其實。騰訊音樂都是一樣的，是一樣的樣的模式咯，即其實它已經有一個很大的社區來的，即除了純粹好像我們這些貼人就只齋聽歌之外，有很多是覺得自己發夢都要做歌手的嘛，你明白嗎？是啊，真的很多。我建議大家不要再搞這些 apps， 腳踏實地。什麼啫？真的啊。啊、可能真的一路幫他練歌 MC 啊，都可能是這樣出來的啫。腳踏實地啲啦，哎呀，我都是比較傳統啲，喜歡拿錢出去買碟，係嘛？好難啊！而家你想買冇？係你邊個信我啊？信我咯！你唔好講啦，咁係買碟啊，真係難啲，即係一隻隻碟喺個 iTunes 嗰度買翻嚟啊，咁樣會好啲咯。因為我永遠覺得咧，即係你俾一個月費，你聽曬裏邊啲歌，硬係覺得好似對個音樂好似唔夠熱誠咁樣啊！只係為咗揾啲嘢聽下咯。點啊？唔會，唔係你中意嗰個，你可以整個 playlist 佢，喺度聽，日日煮飯喺度聽。係啊，你整個陳奕迅嘅自己聽，好冇誠意咯。跑步一個 list， 咗煮飯一個 list 咁樣，翻工一個 list， 係咁噶啦。真係係啊！我哋低成本嘅娛樂嚟㗎，唔係咯，仲隻隻碟咁插入去嚇架車個 HiFi 嗰度 pay pay 嚟 pay 去都係嗰隻碟咩？唔係咁樣㗎啦，而家你知唔知啊？佢啲為你推介嗰啲流行榜，佢冇一隻係識嘅。唉，你真係要聽多啲歌啊！真係唔掂啊！真係 YouTube 幫唔到你啦，呢啲真係呢啲音樂平台就幫到你啦，我覺得嚇。咁騰訊音樂絕對掂，咁就睇埋阿媽騰訊。個表現如何啦？嚇、啊，騰訊嘅表現就絕對要睇實佢國內嗰個遊戲嗰個收入，應該係渣嘅喎。據聞會係跌嘅，因為個基數咧喺通關之後咧 ，bang 咗上去，整咗個高基數啊，所以咧應該2024年嘅第一季咧應該係渣渣地嘅。其實都唔關基數事，應該係佢啲 game 費。哦，咁佢出嗰個最叻嗰個都圓夢之星，即係一個蛋形，係啊係啊，走嚟走去嗰嚿嘢，我都講過，真係我搞唔掂啊！真係我好健康噶嘛，呢個圓夢之星，即係而家啱大陸啊嘛，唔係啱啲小朋友，冇啲小朋友打緊嘢，冇血出噶嘛，係啊，好可愛，走嚟走去，有啲十歲咗，有啲小朋友我行個街咧，或者啲親戚啲仔啊打緊呢啲咯。好開心㗎，大家有啲冇吸金能力㗎嘛？唔係佢咪學咩冇咩蛋唔知咩蛋仔派對係嗰啲咁樣樣，冇吸金，即係好接近啦個樣，好接近嘅，即係同呢個。但係據聞就話冇辦法，你唯有喺國內嗰個監管之下，唔可以拎白蘭打打殺殺咁樣。係咯，所以冇辦法。其實都算好啦，你食雞都仲。
仲玩緊，仲得係啊，即係和平精英都仲得。佢要講埋金鋪，可能要講埋佢終於有地下城與勇士。嗯，咁嗰個係民眾都有啲寄望啊嘛，嚇，即係咁紅嘅一隻 game 擺到落嚟國內可以玩啊，咁樣嘅時候咧，會唔會都有幫下手咧？咁樣嗱，我未打過，但我睇啲片，睇、嗯、片都。好似講係韓國話上線好短時間就吸金好勁啊嘛，嗯嗯、但係你睇過啲 demo 片，哇咁點啊？咁渣嘅點解啲樣？係咩？我嚟講嗰啲樣就好硬咁樣，哦、就係似《王者榮耀》嗰系列嘅嘢咯，我覺得係。哦其实大家都是王者荣耀变身出来的东西、嗯、是的现在吸得金的都是那些但大陆吸金游戏吸金最惨呢就是你要给钱呢你不停地玩的嘛是的就是不停地玩的人才会不停地给钱、嗯、你玩一下又要停一下是玩一下又要停一下你就不是很想、啊、即是又是每晚一个钟那些但那些就是讲大人啦、啊、讲大人啦、啊、但是因为你现在太多限制、嗯、你没有一班后即是学生哥一个、嗯game 場裏邊咧，硬係爭啲。都你少啲小學雞喺度咧，即係走走。大人係魚肉啲小學雞啊嘛，啲小學啲小學雞又會用佢啲語言嚟到玩弄我哋嘅，我哋唔識噶嘛。大家真係個 gap 好大嘅，但大家知道對方存在，但係冇咗一班小學雞同埋中學雞係真係爭啲嘅，真係啊！即係我譬如我同阿 Jason 打機係單機啊，但係係爭啲同 level 唔中意咁樣。即係幾廿歲人打機同僆仔打機，佢不停喺度講嘢啊，即係打啲字啊。咁係啦，有個活躍度就係佢哋會好積極打完之後咧，有啲武器儲完之後咧，可以賣俾人啊嘛。即係又少咗個市場啊嘛，而家就。因為所以就冇咗啲後生同埋啲真係小學雞打咧。嗰、那個 game room 咧係真係爭啲，就又靜啲咧，又靜啲，因為佢哋會講啲嘢，我哋係唔識嘅，係、嗯、我哋完全唔知佢講乜嘅。佢哋如果自己對話去聽到嘅話，術語又係唔識，我哋就會扮係佢哋嗰個 level 咁樣，佢哋又會扮係 level， 咁係遊戲係有咩樂趣啊嘛。咁、嗯、你冇呢啲咧就爭啲，你就爭啲你就唔想課金，所以。嚟嚟去去，騰訊呢幾十年都仲係王者榮耀，變咗老嘢遊戲。全部都係我諗，我冇打王者榮耀啦。咁我諗全部都係老嘢，咁咪都係講緊阿可伯同阿何太咁樣。打嚟做咩啫？都唔知打嚟做乜。或者打打機王者榮耀識嘅會唔會啊？有可能係。冇啦，而家啲就算女仔都少打咗。係，我唔知喎。唔係之前喺街嗰陣時都撞到啲僆仔係蛋食雞，嗯，係啦。咁但係近期就冇啦，食雞冇啦，食雞真係完全唔得。飛歐，你冇血出嗰啲遊戲唔打得嘅，你邊打到射落去噴綠色嘅嘢出嚟啫，綠色血漿。係啊，即係呢啲慢慢係滲咗落個遊戲文化裏邊咧，就啲人就唔係好肯俾錢。最慘就係咩咧？即係騰訊仍然喺。遊戲都仲係超佔超過一半嘅收入咯，所以咧，你成我哋成日都會講話其他嗰啲啦，補翻啊，廣告出啦，騰訊業績廣告啊，我即係唯一期望係廣告會好翻啲咯，之前真係做得真係比較差少少，個增長好慢。咁睇下個經濟好翻，有冇多咗人落廣告？尤其是啲短視頻廣告咧，咁睇下會唔會做翻？咦，騰訊 OK 啱出咗業績，係咩？出咗啦、有幾 OK 先 ？Long gap。增長54%喎，哇，高過市場預期好多喎、啊，高預期喎，哇，高增長股啊，掂啦，54%，502億啊，啊、哎，咁禮拜四冇得偷雞買平貨咯、哦，一開就高喎，哦，總之所以唔紅得噶啦，即係騰訊，即係嗱，不過咁我都唔知道究竟會唔會好消息出貨啊嚇。希望唔係你補飛，你四禮拜四騰訊你唔好夾開高搶啦，你補飛落去四條九嗰度啦。哦。網易係啊，寶飛內網易嗰度咯。係、哦，如果我未有 break down 啊，嗱、啊，個增長有邊啲係咩啊？嗱，得增長啊嚇。嗱，如果你睇翻咧，啊華盛通真係好好多啦，幾好。睇下我用呢個咁嘅垃圾得幾句廢嘅嚇。嗱、你睇翻咧，佢嗰、那個增值服務業務，即係其實好多都係手遊啦。第一季收入其實跌嘅喎，跌咗0.9% 咧，多喎，係跌4%㗎。而家就跌。0.9% 咋喎，國際市場遊戲個總流水同比增長成34%喎，我諗呢度嗰度跑出喎，因為 Supercell 嘅遊戲叫做《荒野亂鬥》咧，人氣回升，係咪啊？咁同埋 Pub Mobile 咧個用戶流水增長咗唔少喎 ，OK 喎，咁即係補飛落只網易嗰度，四條狗嗰度157隻。本土竟然升喎，喂唔跌喎，本土遊戲流水。
係增幅 3% 喎，但係個收入就跌2%咯。哦，咁又唔係跌好多啫，嚇、嗯。咁、啊、由於收入遞延所致，如果講遊戲而言，《王者榮耀》受到舊年春節高基數啊，所以就要跌啦。咁至於《和平精英》咧，個收入就因為2023年下半年商業化內容較弱，都係跌嘅。咁但係咧呢啲大部分係被公司近期發布啲遊戲，包括《無畏契約》《命運方舟》收入貢獻，同埋咩叫做《金鏟鏟之戰》啊，強勁增長抵消咗。好啦，社交網絡收入就跌嘅，跌2%。就音樂同埋長視頻付費會員啊等等個視頻直播服務同埋小遊戲平台服務費收入增長，而音樂直播同埋遊戲直播服務收入咧就下跌嘅，依跌嘅喎，音樂直播。好啦，廣告又點咧？廣告第一季收入平均就哇26%喎，26%好翻好多喎、哦，好翻好多喎、哦，啊咁唔錯喎、哦，咁同埋佢話原來有不斷升級嘅喎、哦。佢有啲參與到啦，同埋 AI 驅動嘅廣告技術平台推動到。除咗汽車行業之外，所有主要行業嘅廣告開支都仲係有增長嘅，啊，即係個開支都唔少。好啦，金融科技 FinTech 嗰度第一季收入同比增長7%，哇，原來可以到523億喎，其實個佔比都好，佔比一路多咗。係咯，個佔比多咗好多喎，嚇。咁睇下先。金融服務收入以個位百分比同比都係有個增長嘅，哇，係 OK 喎、啊，冇貨嘅繼續冇貨啊，真係係咯，冇貨繼續裂口，可能裂口爆上去係啦，不如咁啦，大家集資俾我買一手打佢落嚟，好啊，競價 A.O. 買一手睇下可唔可以打佢落嚟，咁都金鋪上到400喎，我覺得有機會，如果正路。系啊，正路睇佢又好过预期。啊，但系真系华晨嘅 app 连呢个新闻都咁快，真系问你死。诶、哎，真系开翻个户口，取落盘快又多优惠，系啦、啊，新闻系啊。哇，真系冇得顶。唔该，个人咁嬲啦。因为咧，因为佢佢好快吸好多嘢啊嘛。嗱、啊，你格隆汇呢啲咧，佢即刻吸咗落嚟嘛。喺、嗯、我即刻睇到啊。系啊，你营收啊，non-GAAP 全部都系超预期啊，所以喂冇得输喎，腾讯盘数。咁得咗，都係補飛落只四條狗網易啊！嗯、網易落口啊嘛，網易真係冇喐嘅喎，其實就要23號先公布業績。啊、但係好、啊、好抵死喎！近排遊戲股係咁扯咧，網易冇喐喎。係喎、啊，係啊，就係心動2400。2400靚仔啊！哇，爆到咧！靚仔到爆啊！1190嗰啲都仲係咁飆嘅時間，四條狗冇反應。冇反應，係啊，其實係好怪嘅呢、這個。唔知喎、啊。就補飛就係四條狗，冇得傾。真你真係有錢搶嘅，你就搶700，但冇理由搶啊！四禮拜四呢個業績應該夠佢夾㗎啦。同埋 gap 急，你 gap up 你好難搶。係啊，你好難搶㗎、嗯，但係你硬要搶你都去搶，但係一定係網易。唉、哎，咁死啦！個股市上19600，如果再夾埋只阿里嚇，係、啊、啦，阿里應該今晚嘅。啫，咁你有個業績禮拜四一高開嗰日，可能懟翻咧。係咪先？又好難講嘅。快啲到19600可能仲好啲嘅，系咯，即系如果你话腾讯一开就同你见个49000嘅，系咁好大机会会怼翻转头噶。咁啊，同埋我自己觉得南非大股都好耐冇沽货落去，系啦，咁又会上四字头咧，我觉得南非大股东啦沽下噶啦。所以呢啲咁嘅业绩就最唔好炒噶。你有貨就當然開心啦，但你冇嘅話咧，禮拜四嗰下咧，你真係唔使太早滴眼藥水咯，眼光光望住。係啊，都係眼光光，唔使咁早抱住部機噶啦，即係一開一價你未必會追到。我要睇，如果佢開得唔高都追下。開得唔高你又諗下，啲咁嘅業績開得唔高，應該已經消化咗。咁咪即時走咯，蝕咗你幾多啫？再蹲下睇有冇啲咩業。而家唔使蹲，即係可能即係大家今晚再蹲下。今晚蹲下有冇咩業嗰啲前瞻啊？嗰啲目標啊？係啊，啲大佬審慎啊！你知一出嚟話，佢哋講得好審慎咯、啊，咁樣咁、嗯、就可能啦，係嘛？係啊，大家唔係未中過伏噶呢樣嘢。咁又係出嚟業績好，之前你都試過出嚟業績好，哇！管理層對盈利前景係比較審慎，就懟佢飛。嗱，當然個市咁勁，我都想去懟嘅，懟翻啲，大家再平啲買啦。唉，真係要睇啊！我都想對，我都係想去對，真係咁樣樣。因為近期我估最高嗰個客都係37多啫，
點知上到340。係啊，真係呢啲位置都真係大家嘔埋啲貨出嚟。嘔曬啦！你唔搞上380，賣仔摸摸頭，係唔好咁諗。好難講，你股王回歸咧，好難。股王回歸咁樣就搞咁樣。係啦，股王回歸，然後你甩咗只股王喎，好心急嘅。歸咩？佢最高做咗幾多？七九啊嘛。回歸了，都是回歸，不要說那裡住。你還沒回到門口，你還在兩條街那裡看到走過來，走到兩步被車撞死，就回不到。即好像 Warren Kitty 那樣，我回來了，我沒有說立刻炒 GameStop 啊，你不要那麼瘋了啊，你們，是不是？你給我一點時間，我想想哪一隻才是股王啊。騰訊啊，叫他。不能是啊。喂，跟住先，計下騰訊沽空勁唔勁先，沽空勁佢又會出擊嘅喎，可能又真係嚇。冇人會咁搞騰訊噶，因為有南非嗰手貨。嗯，又咁啊係。好難噶，你邊度頂得住南非嗰手貨十幾個 percent 啊？咁多貨，係真又真係嘅。唔係咯，即係南非如果知道佢要股王回歸，可能未必沽咧。係嚇，而家炒差價，佢落難啊，想沽嘅啫，咪一路上落上到去，哇！即散仔嘅啫，即老散心。即其實股王回歸都有你三個噏嘅啫。南非嗰邊未必聽到。就話咩叫股王？股王回歸係乜嘢嚟嘅咧 ？King of stock is back 咁樣嗰啲咧，即唔知咩嚟嘅。冇啊！你禮拜四一定高開嘅啦，我諗。等埋只，我又唔信个管理层会即系业绩嗰阵时讲泼两盆冷水嘅咁嘅业绩，嗯，即系俾人打死嘅真系。咁又系，应该夹啲死四四嚿噶啦。佢好鬼死衰嘅，之前咧业绩咧，佢又讲到好令人唔放心，同埋好诶点啊？你第都系好审慎噶啦。同埋我好记得佢话我要搞咩，搞多啲电诶咩咧？是電商定視頻？電商視頻嗰啲嘢係誒直播帶貨，係啦，佢話咧心諗冇嘢啊，今日直播帶貨唔興，你話走去搞直播帶貨，同一個騰訊玩埋啲舊橋。哦，咁嗰陣時我覺得真係好失望啊嘛！嗰陣時個價跌到咁樣，佢梗係揾啲嘢講出嚟魚翁散網。我可能講十樣嘢，有一樣嘢你 buy 嘅。咁搏一搏啊！你應該好似馬雲咁啊，講下 AI 咯，改革咯。你求其未出都講先啦。你同我講直播帶貨、啊，你再唔升啊，仲唔係升翻上去啊？仲喺度插緊二百幾啊？佢黃賭毒都做埋啊！仲喺度講緊，你求其噏啲即係你直播帶貨就直播帶貨，唔係但係穩陣啊嘛，講直播帶貨，因為大家做緊啊嘛。佢同我有 Bilibili 啊嘛，大家做緊嘅話。冇死啦，又唔會違規啊，係咪先呢樣嘢？佢又唔會無恥到即係講 AI， 我都冇 AI， 我都唔知做咩。咁勾啊嘛，大佬，個直播唔興嘅時候，你真係講直播帶貨嗰下，我先覺得點啊？你騰訊即係嗰下真係咧。冇啊，魚翁散網咩都同你講，睇下邊樣嘢你中意炒。你散喺個直播帶貨騎呢啲咯，我覺得。黃賭毒咪好咯。黃賭毒可能炒。系啊，黃賭毒可能炒，真係嚇。咁、啊、再睇埋只誒，你會點咯嚇？你得嘅咪點噶啦？一九六個市就會上一九六都得嘅。咁就睇下啲 e-commerce 啊點樣樣咯。緊要有騰訊嘅業績，其他都搶得起嘅。係，即係通常騰訊都拉埋另外兩隻上。靚仔都變靚仔。而家都係騰訊拉起嘅啫喎。係啊，都係。其實係騰訊係升市功臣。主力啊，嚇！主力打佢嘅。再加埋只誒美團咯。寶飛只3690有冇運行咧？3690啊，未出業績，未打公布業績。呢只好鬼難炒呢只。嗯。佢又鋪鋪都唔係大大棍勾上去喎。係啊。淹下淹下。係啦，你又感覺喂，人人都識大大棍，係你未大大棍，你真係就嚟大大棍啦。但佢又真係冇見大。佢大大棍咧。就勾落去啊嘛。會勾翻幾日？勾翻十日八日先。近排係㗎，時你啲嘢都係出完一支大棍咧。陰你一至兩日，出個陰足，再低成交嘅，震走埋你，再扯。咪就係震走啲老散嗰啲，嗰啲咁嘅玩法咯，我覺得。嚇，跟住騰訊嗰啲係咪啲老散冇得追？係。嚇，呢啲咧就係老散揈走你，即係淹到你咧。係啊。你好似覺得自己係接咗火棒，咁啊走啦，走完就。你一望住個圖，佢低位彈一倍喎，大佬有啲驚喎，係嘛？係啊。計個頭出去有啲位高喎，唉，一落嚟算啦，咁啊出陰足走啦。又揈又揈你啦，冇錯。
咁啊睇，都係而家考驗你嘅定力咯。嚇、嗯啊，即係股份太多，錢亦都太少嚇、啊嗯。你又覺得死啦，美團頭你要轉第二度，一轉佢又破位，咪就係錢太少，即係股份太多嘅問題咯，係、嘛？即係好牛市咁嘅感覺嘅。啊，咁啊，再自己望啦嚇、啊，你另外一百一零咁樣啦，講最後講少少啦。嗱、啊，我都話啦，即係廿二蚊應該冇難度嘅，照計佢睇個樣，點解佢又原來又揾架車致敬啊？嚇、啊，咁就話遲下出 SUV， 咁啊出 SUV 咧就搞笑咯，就話我話就應該可能又會個樣好似直頭係啊，佢買咗嗰架車咪整嗰架車。係。但我覺得你學 Model Y 啊有啲奇怪嘅，因為咧你學架波子，跟住你個價比佢低水好多，咁、你會覺得你喺消費者嘅角度就哇正喎、啊，成個樣波子但係平咁多，咁我咪會買咯。嗯、但係 Model Y 你要平佢幾多你先覺得我唔好買 Tesla？ 你 SUV 電動車你冇得幾多揀俾佢抄啊嘛？哦、你如果有隻 SUV 版的 Land Rover 就說啫，又是沒有嘛，即是來佬的 SUV， 他已經揀隻最貴的 SUV 來抄他不是抄貨車，他不是 Cybertruck Cybertruck 都算好的了、整個貨車出來 Cybertruck 已經有人做了嘛，那隻理想那架理想那架 Mega 是啦，抄點不抄點，即他都沒得選的。又是，但是我想你整架類似 Model Y 的，似到應該似層層啦，佢似層層同一個殼啤出嚟啫，一樣咁滯啦嚇，即係又係咁，究竟會又賣幾多錢呢？而啲人會唔買 Model Y 去買小米嗰架？冇啦，以波子嗰價咁樣四分一價錢咯。哇，唔係吧？而家 Model Y 都好似四十幾萬啊，咁咪十零萬賣咗。香港就賣得貴啲嘅，係咯。喺內地我就唔知個價錢。內地內地平半價咯，一半咯。十幾萬整多部，咁啊好抵喎，又真係。但係嗱，而家佢嗰個銷七就廿萬啊嘛，廿萬至廿五啦，咁應該係貴過銷七㗎，貴佢五萬啦。即係三十萬股啊！咁啊唔得喎！咁三十萬唔係好平啫啦，三十萬個距離又好近嘅喎。係啊，咁咪冇人話個 SUV 一定要貴過架跑車㗎，架房車㗎。啊，都有道理。SUV 可以平過嘅喎。你又係咁講。我哋雷軍係打破框框啊嘛。咁啊係，破框者嚟㗎嘛，突破思維。係啊，突破思維。但係嗰只門咧好難搞㗎。係啊，點搞咧？嗰只門咧，我個 friend 咧 high high 咧咬咗少少咧。就呢一世生唔到噶啦，系啊，生唔到噶啦。你都曾經香港啲停車場係唔夠位，係啊，嗰度門係賴嘢噶，係啊，咁咪唔夠位，成架車要換噶啦，佢冇得整噶香港。係啊，放心，我哋雷軍一定諗過曬呢啲，係用家個實際佢嘅突破思維嘅，係啦，佢嘅壞處將會雷軍會幫佢完善嘅，將佢完善曬嘅。哦，咁又係啊，雷軍最叻係呢樣嘢噶，我發覺係啊，佢啲家電都係噶，同某啲牌子好似，似到似足。但佢又有啲優點勝過嗰隻原本個牌子咁抵死嘅，係啊，然後平過佢，你點鬥咧？係咪先？先揾到對方嘅弱點之後再改良。你估差？即係點解點會歐美唔關稅制裁咧？係啊，係咯、啊，傾銷得咁緊要，你睇下整個、啊、哇！呢、這個應該阿 Elon Musk 舉腳贊成啊！你試下整隻即係同 Model Y 一樣嘅小米車攻入去美國。仲得了啊，係咪先？真係不得了，係咪先？咁佢用啲晶片類似美 Tesla 嗰只，咁點算？佢跟曬人用嗰啲晶片噶嘛，係啊。咁我真係抄噶嘛，冇錯。我唔會抄，唔會抄個殼，唔抄裏邊噶嘛。係啊，所以冇得輸噶。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即係除咗手機、車啲家電，係咯，即係其實而家啱啱三棚食曬。咩啊？三萬食曬㗎，係啊！佢話咩加咩車定咩全生態啊嘛？全生態啊，加埋架車啊！你諗下，手機加屋企加，其實佢電視出貨量係好似我哋有幾季攞咗冠軍㗎啦，已經好。電視病得咁緊要？係啊，佢三千蚊係啊，好平啊！個電視癲嘅平到十寸啦，三千蚊咗㗎啫，好誇張。十寸三千蚊。佢就係諗住就係出一千寸電視添啊！佢所以佢打冧曬 Sony、Samsung、LG 㗎。系啊，真系打暗晒噶，系咪先？即系你惊啲僆仔嗱，啲僆仔曳啊，一嘢搏爆都冇学通，诶换咗佢三千蚊啫嘛，系咪先？咁真系啊吓，小米冇得输。
真係雷軍，真係雷神。好啦，我今日差唔多啦，好，拜拜，拜拜，石牛柱，拜拜，拜拜。免责声明 ：Reka Finance 竭力提供准确资讯，为不保证绝对无误，资讯如有错漏而令阁下蒙受损失，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订立契约或其他方面有关，本公司概不负责。同时 ，Reka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只可作为参考之用，并不构成邀约、招揽、邀请、诱使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申述或订立任何建议及推荐。读者务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资决定，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概与 Reka Finance 主持、嘉宾、编辑及记者无关。同时 ，Reka Finance 所有节目或资讯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 Reka Finance 立场。